今天我也想给大家分享几个我经常在听的 podcast。第三个我想介绍的就是 No Thyself 跟 Blue of Earth。那我为什么一起介绍这两个人呢？这个女生 Blue 呢，她自己的这个背景更多的是北美萨满有点的。那这个男生呢 ，Andre。他是 Sadhguru 的 follower 跟随者，他们两个受访的人呢都有点重叠，但是他们每个人介绍的角度都不一样。Andre 他就是非常的理性，很多睿智的问题，然后这个女生呢，她就是非常非常的有创意性，非常的 inspirational，非常善于倾听，然后也非常共情。第二个我想介绍呢，就是美国的另外的一个podcast，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出名，这应该算是他的 mission，然后他的 calling，他的一个召唤，就是Next Level Soul Alex，他更新的非常频繁，介绍的很多都是关于濒死啊，很多灵媒呀，也有很多的这些专业的身心灵的人士，都是这个业界的顶级人物，有的时候在这里面听到的一些内容都是非常的。非常非常有意思，非常过瘾。最后我想介绍的呢，这 podcast 就叫做 Beer Biceps。然后这个呢，它的主持人叫 Ranveer，然后他是一个印度的播客。我觉得这个里边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的 nerdy，就比较发烧吧。它里边来的人有很多明星啊。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多的，比如说宗教灵性的人士探讨的都是比较深入的这些灵性的话题，印度方面的这些 practice，灵性的修习呀，比如说密宗啊、佛教啊，还有印度教啊，持咒啊，这些很多很多的话题都非常有意思。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 podcast。如果你们有一些自己喜欢的播客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推荐给我。如果愿意支持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吧。